是因为你心的主导变化呢。嗯嗯，庄严就是说福，没了福了怎么换到庄严？它有个集体的，不是个人的，集体的庄严。个人服从于集体的。那我们现在在这法堂学习，这个法堂算不算庄严呢？你能在这学习了，你跟他有缘。那么在这个地儿，如果是夏天外头很热流汗，人家在劳动，你坐在这里头学习，算不算福报？算不算福的呀？这些个都要你从事物上观明白了就叫智慧，有智慧的观察跟没有智慧的观察两个是两条道。嗯，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我说的啊，我心里想，一种是造善业的，一种是造恶业的，逃不脱这两种。造善业的那就是善报，死的很难以，死的很舒服，身体啊就不像一天见天的苦恼。现在在家社会上为了找钱，为了做生意，现在有多少艺人在这上奋斗，为了钱，为了这扩展的权利，人说霸权，我说了算就叫霸权，我有力量我就欺负你，我要怎么做你得听着我的，不听我打你，你打不赢我，就是这样的，这叫霸权。但是啊，要晓得霸权不能持久的，他只知道现在一时行霸，他会转变的，会失掉的。等你转变了失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受报就是受苦难的时候，到那时候后悔悔之晚矣了，来不及了，照样是受。你怎么夹住人家的，完了你受的时候要还人家十倍，不是那么轻容易的。是为什么这叫无所乐事？这个时候非常不好，叫劫浊。看看吧，你看看报纸，看看电视，知见非常的歪，歪就是不正，邪知邪见的多数都是的。相信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相信力量，现在相信原子武器，现在相信科学武器，我发现个新式科学武器打你，我可以派我的飞机在空中侦查你的秘密，你的事儿我都了解，我说我也怎么样，你不听我的我就消灭你，这不讲理，这叫讲理吗？是不讲理。为什么？我们给他加一个恶业的业报，一种造恶业的人，一种是修善的人。现在的世界就有两种人，但是修善的人太少了，作恶的人呢太多了，那这个世界还不会坏吗？人间灾难还能少吗？你再强大，大自然力量还是威力大的。每年现在美国一年有好几次，以前这两三次，现在一年就最近我看到就这几个月出了好几次了，
叫龙卷风，那个风一过几秒钟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力量也抵抗不到它，能抵抗得到了它吗？这风怎么升起的？我起个名字叫夜风。他说南都鲁风啊，那个风这个风，我说造业造的那个风就来了。你说你力量大啊？哎，大自然全部跟你斗，这个风自带美国，别的国家没有。为什么？业啊，这个宗啊，在佛的福祉上头，我们是学佛的人，我们不跟众生斗狠，我们跟众生斗什么呢？斗善斗恶，我们劝人家别造恶，但是我们自己绝不造恶。比如说我们在菩萨萨，我们不没有说话伤害到别人，伤害不到外头去，我们也没做坏事，任何坏事都没有，身也没有，口也没有，我们心里想的怎么样了生脱死，怎么样没得烦恼，身口意三业我们是向善走的，但是要求成佛，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善还没达到，没达到就是还没做，没做的不够，说成不了佛，成不了佛，退一步吧，退到成个菩萨吧，菩萨是更难当了。佛成就了有大智慧，他应运而做的。我们这才发心的菩萨啊，自己还连自己还没救度得了，怎么样来救度别人呢？看见救度不了，这斗争了，心里负担很重啊。要行菩萨道，业障又很重，多难呢、啊、那所遇见的都是我们大家业障都差不多吧。怎么办呢？把我们一切的寄托，我们在这个五台山，把我们这个寄托到什么地方？寄托到文殊菩萨，他是大菩萨了，求他加持。我们住在他这个道场里头，我们这菩萨寺是文殊菩萨一点点的五台山的道场一个小点儿。那么想发心度众生，心有了，力量没够，我们等着闭门求忏悔自己，把我们所修的所做的好的供养给诸佛菩萨，下施给一些众生，坏的呢我们把它磕头礼拜念经啊忏悔掉。我们连吃饭都念，睡觉都念，我不晓得大家念没念啊，我经常嘱托大家，在你睡觉时候最起码最起码的别的不念，念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嘛，早晨一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说我自己啊也没人有力量帮助众生除他们的苦难，那我早晚二十四时，白天还做不到，那两头把它含接起就算二十四时吧，把这个所做的回向给众生，这是我们所能做得到的，做得到的消众生的业，得到诸佛菩萨的智慧加持，增长众生的福德，消灭众生的罪业，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能做得到的，我们做没做呢？ 我的心里想，大概我们道友都做吧，但是你自己想你自己做没做？你一天，就我刚才说这个世界上这是苦难，你给他们回向好多个次，想到他们吗？如果不知道，说我在普罗斯里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这也没电视。 也没有报纸，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把你自己受的苦，你感觉不如意的事儿，求菩萨加持让他消失。一切众生都如是，他们比咱们还苦的苦。一天他那个烦恼重得多，一天他在热闹当中生活。 但是，他们把他们从热闹当中的生活当中所得到的一点的钱和一点的人生的支具吧，拿给我们，分给我们一半，或者分给我们一份儿。我们呢，交换，我们把我们在这儿的修行。 所得的清净，所得福德，要给他们，这就回馈，起码我们对整个世界，我们没有力量把它转化，我力量太小，但是转化几个道友，转化供养普罗斯的人，这个我们能做得到，就是我们把我们所修行的福德。 智慧，分给他十分之一二，他们已经就很享受了。因为不可能全份给他，你心里是全份给他，他得到的也得到个十分一二，因为他跟你还不相应。他只是供养先。 他都是求消灾免难，做生意的想发财，家庭的嘛，想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美，他们要求的很简单，他没有要求了生死，没有想是没有想证阿罗汉果，也没想当菩萨，跟咱们想的不一样呢，但是咱晚成佛，晚成道。 什么意思呢？把福德、把智慧分给他们，咱们也是报众生恩吧。学来的、讲的佛的功德、菩萨的功德，咱们也现实一点，把他们看成就是佛，一切众生就是佛，这是我们了生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不然咱们要带债的了。 再来更困难了，希望大家这样对世间做贡献。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我们的愿力大，愿力上转变世间的灾难。希望诸位道友把听经的功德，把你修行的功德，回献给现实的。 受苦难的众生，今天讲这里。在没有讲《华严经》之前，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我希望大家，诸位菩萨吧，多祈祷。 多要求，发愿，而是善容猛光从菩萨摩萨，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言。
无量众生处慧宗，总等信解心清净，悉能悟入如来智，了达一切庄严境。这以下的呢几段文，实地满了果上所起的作用。三如我们光爽菩萨观察一些十方大藏佛的威神力，他说现代这些个无量的众生，这个众生是什么众生呢？华严法会这个众生，文法这个众生，这个众生啊，信心解的力量，就是有智慧信解力量，全是清净的，清净的。大家知道什么叫清净啊？不但没得贪嗔痴，无明也断了。十地菩萨把无明都断了的，这叫心清净，心净。都能够进入如来的境界，悟到佛的智慧了。不但正报开悟了，依报一切庄严的佛陀清净了。这种悟入呢，有几种，有四种含义。一是福德智慧，福德智慧，悟得了智慧，了达福业。众生回应很多，法会大众啊，来这华严法会大众，咱们前头所说的那么多，多到什么呢？一佛刹，两佛刹，三佛刹，把这一个整个的佛果都变成微尘。咱前头说过了，不再讲理解它，一个微尘做一说。文法的大众多，不是以人间咱们算的数字算，是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把这个世界化为微尘，一微尘又做一个佛世界，一佛世界又有无量的微尘，来的法会大众有这么多，各个思想情况不一样，所得的智慧也不一样，但是都是登地的菩萨，登地的菩萨。悟得了佛的智慧，悟得佛，悉能悟入如来智，就是悟得了佛的智慧。不但这个依报，不但正报，依报所有的福德，依报的第一个福德就是依报的果道，果道。咱们感觉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世界做得不好，你抱怨也没得用，为啥？你自有这么大个福德，你只能处在这个世界。说福德大了，你到极乐世界呀，到不动世界去，到多宝世界去，到相继世界去，世界无穷无尽的，为什么你单生到娑婆世界来呢？咱们现在所有带这个法堂的大众，福报很大，要比呀，这个福德可不能跟极乐世界比啊，跟哪个比呢？你在五台山，现在你住在五台山里头，你跟伊拉克比一比，大家没看报，天天在打，天天到炸弹炸。说不定把你炸到，
好在咱没在那儿，炸不到。嗯，因为你在五台山。打仗时候能安定吗？商店关闭，打个水，吃个水，方便的生活没有了。昨天吧，大概北京到了40度，热的人发欢。昨天咱们这很冷，好像还得穿毛衣呢。这就是福德，咱们就是讲眼识的。什么叫庄严境界？幸福当中生活。你能有一天的幸福，就是一天的福德。这天你没得福德了，你奔波，劳碌，不管什么原因，你不如住这里头清清静静的好，这叫福德。要比呀，不比你不知道，一比你才知道了。能够，这是叹佛的功德，佛入世，能够令一切众生能悟德，悟德，叫含这种含义。所以法华会上才这样，法华会上、华严会上才这样说。来回的听经的大众啊，无穷无尽的。般若会上的，咱们读《金刚经》吧，这1250人呢。现在这个华严法会能记住好多人吗？这些菩萨都是神菩萨，没一个阿罗汉。华严法会整个没有阿罗汉，到最后了，到辅生灯，那才没文殊师利菩萨才度了6000比丘，那是从阿罗汉就证得了入菩萨境地，以前都没有，只有普贤横愿品才有阿罗汉。连阿罗汉的都没有，没有能，没有资格，没有这个福利进入华严法会。咱们现在学华严经啊，听到了，虽然我们是末法，但是我们现在闻到华严经，对，这就是闻到这样的一个经的名字都很殊胜，何况我们还小学习呢。所以这叫了达一些庄严经，是叹佛的功德，而叹这个法会，感召这个法会的所有来的人，也叫人呢，视线的人呢，那都是大菩萨。庄严经，庄严经就是福德，就是庄严。能有智慧，这就闻法的智慧，这也是庄严。福慧两诸尊嘛，一个是慧，一个是福。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然后有那么句话说，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在福里头不认为是福。原因是什么呢？他那个业给他障住了，业把他那个能知的知啊，能知道那个知给他障住了，要把业障消除了才能理解。那这个寄送呢，就是叹佛的德，令一切众生都得到佛的福德智慧。下一个寄送，各起净愿修住行，悉诚供养无量佛，能见如来真实体，
借一切助身便。现在总谈佛的德，这个呀又分开了。什么是佛的体呀？什么是佛的用？分佛的体用，一个是发愿，一个是具足的行，行菩萨行；一个是体，其实啊就是佛的体性而大，就是我们以前也都具足的，一个见用，用就不同了，用就不同了。各起净愿修住行，这就是愿力，愿力。是具行，起愿具行，愿修住行，就是愿力跟行力，供养无量佛之指佛的体，这是能见如来真实体。愿力跟修行，供养佛，这就是修行。什么修行呢？只是供养佛一个，十大愿望一愿，他所修行的什么？供养佛，就是见体，见体，能见如来真实体。就以这个发愿供养诸佛的，能够体会到、悟得了、证得了如来体。如来的用是什么呢？身便，利益众生的方便善巧，身便的力量。唯有能见佛法身，无等无奈普周遍，所有无边诸法性，悉入其身无不尽。专门说法身，这个不是说的，不是说佛的报身，也不是说的化身，是佛的法身。法身是骗一切处的，没有障碍的。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些众生得度，佛马上就现化身，或者现报身，一般都是化身，报身都得大菩萨。实地上的菩萨起码得八地以上的见佛的报身，咱所见到的佛在一十方的所行的都是化身佛度众生，化身的同时的起的化身，化不离法身，一切经都叫释迦牟尼，那讲法华经叫毗卢遮那。那就是化身骗一切处，一切处尘说、刹说，乃至有相的、无相的，有实的、无实的，都在说法。这法就是化身，说化身骗一切处，一切物、一切实，没有时间物质，什么人类啊。有情类啊，无情类啊，全是法身。法身说法嘛，就一切都在说法。刚才一道对人了，单独某一种，但是那个别的化身，都是化身。能见佛的法身，就说明你自己悟得了。开悟了，开悟了，悟得了是见法身，作用没有。说入理，悟得了就入理了，入世啊，不那么容易，一件一件的锻炼吧，要度一些众生，那才是庄严佛果道，都从化身报身说的。法身没有庄严，也没有不庄严，跟咱们都一切平等平等的，咱们法身也如是，
咱就没有周遍含容的神通变化。